第二首歌就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但是John Coltrane 的歌啦，就叫 Central Park West。 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少人玩的，但是这首歌是很出名的 suppose。 他就真的我很喜欢这首歌，亦都认为Coltrane 写的这么多首歌之中其中一首最靓的，最 beautiful 的。咁所以我就当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喺乜首歌咁靓，但系好似冇乜人睇嘅。咁跟住我开始就自己玩多咗啦。咁亦都希望人哋我身边嘅人都玩啦。咁等我都可以多啲机会听多啲唔同嘅 version。所以我就成日一谂唔到玩乜，我就不如 Central Park West 啦，就系咁。我每一次玩呢首歌咧，都有一种觉得好中意，即系我系 guitarist 啦。咁有啲好 guitaristic 嘅嘢，我可以做到就系学你话斋啦，嗰啲 arpeggiate 嗰啲 chord 啊，或者勾线啊嗰啲，我觉得好正喎！呢啲嘢可以 apply 落去，同埋好得意嘅 jazz players， 尤其是啲旧派啲嘅 jazz players 啦，佢哋唔系好中意，有几样嘢系佢哋唔系好中意嘅。第一就系strumming， 第二就系 arpeggiating。即如果你讲 Joe Pass 啊、Hap Ellis 啊，好少做呢啲嘢嘅。咁但系呢样嘢系好吉他手做嘅嘢嚟嘅。咁我觉得就系其实可以 apply 落去啊。同埋 Coltrane 系一个 pioneer 啊。咁我觉得同埋 Jazz 系 absorb 所有嘢啦。首先呢只 album 叫 Petrichor， 咁系我嘅喺 New York 录嘅，系上年我生日嗰日录。最开心的生日，亦都是我最害怕的生日。咁咧，同埋咧就系呢个字咧 ，Petrichor 啦，咁啊有个意思嘅。咁就系即系解，如果有一个地方好干旱，长年冇落雨，突然间落大雨嘅话咧，咁嗰啲雨水就会同嗰啲泥土有 chemical reaction， 咁就会散出一种味出嚟，嗰种味就叫 Petrichor。咁我觉得呢个字本身就已经好靓。呢件事本身好靓，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咁而家亦都有首歌叫 Petrichor， 咁所以系啦，呢一只就系我 album 用咯，即系上年录嘅。咁啊上个月嘅五月就发行开始，系啦。咁因为我或者咁讲，我 compose 嘅时候，我唔系谂住个 key center 嘅，唔系好 do two five 嘅吓，但系 more about voice leading 嘅嘢 two five one。就是在音樂上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組合，那也是很 make sense 的。那但是也都提返一點題外話，就是樂理是沒有教到一個叫做 non-functional harmony 的，即是什麼呢，就是沒有一個樂理一個解釋 的 harmony。 那個時候我很想學這件事，但一直都學不到，但後來就發現原來不用解釋那麼多的 voice leading 就可以了。那我一知道呢样嘢之后，我就好开心啦。咁咩 voice leading 就系你两个 chord 可能完全唔拉间嘅，但我哋尽量揾啲 common tone， 揾啲位去 connect 佢哋嘅，尽量喺翻隔篱嘅，即系啲 note 我哋系 lead 翻过去，用最近嘅方法嚟 resolve。咁我会用呢啲 approach 嚟写歌咯。咁呢啲就系我其中一个方法啦，写我自己嘅 composition， 因为我觉得会多啲 room 啊。有咁樣嘅方法嘅話，因為你用 251251 呢啲方法咧，係好一聽落去就覺得好 specifically 係嗰個年代嘅歌啊，或者係 jazz， 我唔想咁樣，我想有多啲 room 俾我去 express 我自己嘅 composition。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嘅 point 係你聽落個耳仔會 make sense 嘅，而通常 voice leading 係 make sense 嘅。咁你話將來？音樂發展到會不會話啲人特登避開唔玩？嗱，我哋依家避開緊 two five 啦，將來會唔會避開唔玩 voice leading 咧？都唔出奇嘅。咁但係 let's see。